样的。嗯，对，就打开开关，选择你的 channel， 他会告诉你说你现在是闪一下，它是 channel， 然后再去配对，你接在另外一端的这个频道，这样就有声音。所以其实没有太多复杂的手续，有角度可以去变换，不会受到任何琴的形状改变。其实说实话，慢慢就可以用，就是它只要等到两个就可以用。像别的产品好像是设定频段，对不对？要自己去调，对啊，它好几个段率，对。只是说它把频率给固定四个段的样子，就是一个键就好了。对，导线插着，想要去拿东西或者开个门，我干嘛？如果有线的话就很麻烦，就一定要把线断了。对啊，那如果说你是装着的话，有时候想要拿琴去看别人，就是有人按电铃啊，哦，想别人有人送外送啊，哦，在家练琴站起来不会踩到线啊，对啊，对对对，声音没有太大的影响，就是也不会有那种无线传输延迟的手感，我们用起来是这样啊，弹起来不会说弹了一下过了一阵子它才有出声音这样子，啊，反应就蛮灵敏。